如果今天给你们选一种生物，不一定要有动物，你会用什么来代表你自己？维特·鲁威的一本书，那这本书来讲的是完美的比例。意外就是呢，你最后站在那边，你一直做重复动作，你觉得你像人还是像机器？请问你们觉得科学怪人是不是人？为什么玛丽雪莱要把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现代古人的修辞？如果你今天要变赛博格，或是你要跟别的动物结合在一起，好，任何东西哦，你要跟什么东西结合在一起来扩张你的能力？帮我找三个写你觉得身为人有什么可贵的价值？什么是后人类呢？你们是人类吧？那后人类就是说，现在随着科技好慢慢发展呢，我们的身体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了。那你觉得这个动物，如果它真的是基因改造出来的，它是完美动物吗？它到底是机械还是人？你觉得它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它已经把那个界限混掉了。人类以为我们可以掌握大自然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大自然有很多的变化是在我们掌握之外的。我不要当机械人，我要当真人。我不要当人，我要当赛博格。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样态，都要去找寻一个真正的自我。